美白面膜，保证可以美白，非常的贴肤，因为它的 mm 数是大概30 mm，嗯，所以它是可以深入密合到肌肤里面去。我操，黑白到这样，一条线，有条线，一条线，有条线呀，呢度。然后接下来就是介绍我们的3W 超生态生物纤维面膜，美白面膜，保证可以美白。你连续使用28天，2天敷一次，美白直接激增13%。里面这个精华液足足有30ml。一般的面膜拿出来不是都会滴滴答答？它不会滴，不会滴，因为它面膜的材质咧 hold 住啲精华。那生物纤维面膜布很特别，是这个膜布很像果冻。Q Q 的是吗？是吗？对，然后还有三块的前后，前后包夹，好啦。首先我们先拿掉第一片，好，比较厚的那一片，把它拿掉就好。好了，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它就是像果冻的感觉。生物纤维就是用微生物菌种去发酵的膜布啊，还有，所以它是可以分解的，它是环保的。起来，来哟，都不会刺激，然后非常的贴肤。因为它的 mm 数是大概30 mm，嗯，所以它是可以深入密合到肌肤里面去。对，贴上，对，而且然后仲有里面仲有30ml的精华液，大家眼睛不要眨，满满的都是，很多，还有那么多，真的。所以敷这片面膜，你非常的划算，你是整个身体、整个脸、整个脖子，通通都可以敷。你看这么多。超多的精华，嗱里面其实有咩嘢咧？其实个美白成分主要系靠两个，一个就谷胱甘肽，同埋另一个咧就系咧红果酸。嗱咁红果酸大家都知啦，一路以嚟都系攞嚟系去美白，同埋谷胱甘肽其实本来我个肝脏咧即系会制造出嚟，帮我哋系修复翻皮肤，尤其是主要咧都系抗衰老啦。敷完之后可以唔使洗嘅吓，吸收真系好快嘅，同埋咧佢可以咧即系用个生物面膜咧，其实系 hold 住啲精华咧 hold 得好实。嗱呢个面膜咧主要咧其实有金盏花同埋有双分子玻尿酸。所以佢喺度一個保濕，同埋咧加翻我哋嗰個嘅谷胱甘肽咧，補充翻裡面。嗱，谷胱甘肽除咗可以注射之外咧，其實原來咧皮膚咧都可以吸收到入去噶。入到我哋皮膚裡面嘅時候咧，就等於翻咧點解敏感皮膚都用得咧？因為谷胱甘肽係我哋嘅嘢嚟噶，我哋本身身體每個人都會有嘅一個物質嚟嘅。玻尿酸都係嘅，玻尿酸都係我哋自己會製造出嚟。但係咧，我哋老咗，年紀大咗，跟住咧個肝都個 function 都冇咁好嘅時候咧，其實我哋會少咗谷胱甘肽咧，我哋就開始衰老、紋啦、斑啦，同埋色素沉淀啦咁样样，然后就得到我们台湾的国家品质金牌奖，就是就系面膜攞，系啦，面膜攞翻嚟嘅金牌奖啦，啱啱2024年攞添啊呢个奖吓，国家奖红果金，但系红果金你唔使担心，佢系以前刺激我哋皮肤或者好敏感光，因为佢系 alpha 红果金嚟嘅，啊，这不能假的，系啦嗱，面膜系啦，有冇看到？有冇看到？严丽婷小姐，好了，3W 超生态生物纤维面膜，系啦，连续敷28日，但系唔好谂住28片，系隔日敷啫。你咧就已經可以有減皺紋17%，毛孔收咗12%，斑點淡化8%，美白激增13%，系14塊面膜就已經搞掂啦。點樣咗？你係點樣咗？白的，系啦，有冇看到？白咗啦，白的。唔係淨係白咁簡單，係啦，淨係透亮咗。齋敷呢個面膜都已經有美白嘅效果，但係個動脈咧係增加翻佢皮膚修復，佢修復翻有痘痘啦，有啲抗炎。痘痘肌完全可以，油性肌完全可以。白咗啦，係啦，是他最愛啊！如果單敷呢個超性態嘅生物纖維面膜咧，又可以唔使洗，敷完就可以瞓。我差到黑白到最後，係啦。一条线，有条线，一条线，有条线噶，呢度系啦，一条线咁样解开咗佢，靠近一点，对，靠近一点，多啦，啦，皮肤几靓呢面，你睇下，你哇，都差很多，差很多，呢边咧就会系暗沉好多。头先阿妹妹用咗咩咧？系啦。10分鐘左右嘅啫，咁就用咗呢個美白嘅面膜 paper。點解會咁快效果？因為皮膚去吸收個高温金肽咧，係好快嘅，係即刻入咗去嘅，即係等於我哋泡沫式肉毒桿菌咧，即係啲煲糖色一搽落去皮膚入咧係好快嘅，即係我哋譬如食落個肚咧，你都仲要經過胃啊，又要消化咁樣樣。咁而家佢頭先咧敷咗呢面，呢面面敷咗，同埋皮膚呢度係 Q 彈咗，嗱紋又冇咗，同埋咧顏色好均勻。嗱佢頭先咧，因為咧佢即係畢竟都係貪靚啊，所以咧頭先一見到自己冤啊，好～
我哋敷咗半塊面咋係咪啊？會唔會好犧牲？嗱，本身佢皮膚咧係深色同埋小麥草黑色嘅，咁所以咧其實咧都唔係淨係話曬黑咗咁簡單，係色素都比較暗沉。年紀小嘅女生都係多數都係咁嘅問題，就係好多油咯，一油光滿面咧，佢就會變成黃黃地同埋一啲暗沉。係啦，你唔好以為油咧就會令啊反光啊，唔係㗎，油肌咧就會你好暗沉，淨係用呢個美白面膜咧，咁咧就會係唔使洗，用完之後咧白咗靚咗瞓得。可以瞓覺啦，